Ma.不孝而敬人，你累了。对不起全家人，向您老请罪。你做什么错事了？向我请罪。妈，当年我不该违背爸的意思，私下里偷拿家里的欠条，去见巴布耶夫的儿子，还把我爸给气死了。你爸不是你气死的，是老天爷给他的日子到了，气出去。妈，这么多年，我不敢为了面对你，欠条的事是我错了。欠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今天当着你的两个弟弟，还有你的妹妹，也跟我说去。十年前，老巴布耶夫的儿子来到鹿城，你让我去见他。我知道，我们家里藏着老巴布耶夫当年留给我们家的欠条，我就想拿着欠条找他们商量还债的事儿。可这个事儿，如果我爸坚决不同意，给你的心，我那时候也真是给你的心，巧对这件事，我怎么我也想不通，妈。咱们家那个时候太需要钱了，我一个月才挣2000多块钱，我爸那个病需要常年吃药，两个弟弟失了业，妹妹也没找到工作，您又没有养老金，我们白家历史上曾经这么兴旺发达，到了我这一辈堕落成这样，我这个白家的长子，我压力太大了。我爷爷当年为了救老巴布耶夫弄得倾家荡产，他们家哪怕还给我们一部分，我们白家也能东山再起啊。所以我还是背着你偷偷拿走了家里的欠条去见巴布耶夫，可哪成想
捡了他之后，没说几句话，我就拿出了欠条给他看，可打开一看，我才发现，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一张白纸。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抱怨，去找那张欠条，可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 也没找到，我觉得你和我妈太不理解我了。可是我再回来，我妈就走了。静仁呐，静仁呐。 不是你爸不理解你，是你不理解你爸。你走以后，你爸伤透了，把你的两个弟弟和妹妹叫到一起，当着他们的面儿，把那张欠条烧掉了。 你问问他们，你爸爸说什么？大哥，爸说，谢恩求报，君子不为。竟然，对，你是不是把那张欠条当成宝贝了？我们家那个时候已经一无所有。 妈，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不，我三年，你还算明白。你爸临走前最放心不下。 阿夫耶夫来的时候，你想，都想起了那个欠条上的钱，都想指望着那个钱发财。 是那一天，你们三个却吵了起来，差点动了手。最后还是我出面，让静仁代表我们白家去见了巴蒂耶夫。我和你爸不同意带着欠条，我把道理也讲给你们了：谢恩图报，君子不为。 可是你们仨当时都被那欠条上的钱给迷住了。敬义，敬礼，你们不要以为我没看见。难道不是你们两个给你大哥打的马虎眼，让你大哥把那个信封从我柜子里偷走的吗？啊，妈，可你们不知道啊。 你爸早就料到你们会这样，所以事先他就把那个信封给调了包了。
我现在在白家大院呢，可现在看，要赶在12点之前签合同，估计悬。紧跑慢跑，还是拖了大家的后腿，对不住啊。 你们小的时候是咱们白家最败落的时候，可你们的父亲生性散淡，不求文达，他动过那张欠条的念头吗？从来没有动过呀。可巴夫叶夫来的时候，你们三个都想起了那张欠条，你们都想拿着那张欠条去向巴夫叶夫家要钱。 可你大人，要是那样的话，你们不光丢了你们的人品，你们连咱们祖宗的脸也都给丢尽了。所以，他调换了那个信封，最后亲手毁掉了那个欠条。你们的爷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倾家荡产去救一个外乡人，你们的父亲一生贫困，不改其志，宁可毁了那张欠条，也不愿意让他的后代施恩呐。可你们这几个白家的不孝之子，自己没有出息，居然还想着要拿祖宗的东西去变现。 白家是衰败，可家道衰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比家道衰败更可怕的是人心的衰败呀！人心要衰败了，我们白家就真的败了。我全明白，妈，明白了。 这个铃铛才是咱们白家真正的宝贝，是咱们白家的传家宝。我们白家的老祖宗走山西，走西口到这儿，牵着骆驼，骆驼的脖子上拴着这个铃铛，多亏了这个铃铛啊！白天。 给他们解闷儿，晚上给他们壮胆。咱们的老祖宗就是靠着骆驼和这个铃铛，为咱们白家积起了最初的家产。咱们白家现在是衰败，甚至连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只要咱们还保住这个传家宝，只要还保着咱们白家的品德，我们不会真的衰败，我们还会再兴旺发达。记住了吗，妈？我明白，妈，明白。 姐，你是咱白家的张组长，需要这个传家宝。一会儿，你去找张组长，把合同签了。你们俩。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你我之间一线相牵，走过多少苦乐流连。你的笑脸在我心间。大哥，没问题吧？啊，来来来，咱们签个字好不好？ 在这儿就行。哎，好，可以了。这非洲之旅，对，咱们签个字好，却给了我最美丽的愿。老师，组长，咱们还是晚了10分钟啊。时间已经不重要。 还能带着他们去选房吗？韩院长说，曾志辉已经要求选房大厅全体原地待命。白大哥想安房，百人会战就圆满结束。那咱们赶紧走吧。好，大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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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笑脸在我心间，无论聚散都拒绝连。一腔真情像没事没事，你哥没那么老，却给了我最美丽的爱。是你冷暖，懂你悲欢，握着你的手，爱又相见。如果心中的纠缠，我们一起把梦想实现。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所有的艰难不再是心酸，安全与幸福。岁黑月，永远都在你身边。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握着你的手，与爱又相见。除去你我心中的纠缠，我们一起把梦想实现。
都已悲欢，所有的甜梦不再是心酸，幸福的那些岁月我永远都在你身，我永远都在你身。快快快！你们俩先去，先去放车，放哎，把东西都放了。再见再见再见，小心。张组长，我们走了，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别，你别这么客气啊，这么好的房子我们白用了一百天，还没谢您呢。谢谢伯母。对，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上上，跟叔叔阿姨说再见。叔叔阿姨再见。再见。上上再见。姥姥，哎，小燕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走吧，我们工作人员还得回去过年呢。妈，走吧。那我们就提前给您拜年了。身体健康。等过了年，您搬了新家，我们就过去看去。好，谢谢。丽萍啊，哎妈，还想再看看这个院子。妈，你看，妈，看着就出来了。快看，看上去。我是舍不得呀，好院子跟谁也舍不得。上车吧，妈。老爷，来。
我妈还想再看看。Oh,
17岁嫁到白家。少年，时光吹老，仿佛回到那一年，我还牵着母亲的腰，那是一首故乡的歌谣。流淌在生命的长江，你是我心上的梦不旁，原来世上最爱是你怀抱。真的保不住了吗？韩区长正在做最后的努力呢，什么反应已经见底了。怎么了都？好不容易完成了这100天的任务，怎么都不高兴了？一想到这个院子有可能被拆掉了，心里头还是有些伤感。别为咱们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瞎费心，好吧？算了，回家了，过年。我不着急走，我待会儿去机场接我妈，这会儿正好闲的也没别的事儿。要不都去我家吧，我爸在包饺子，反正就我们两个人，要不大家一起？对，大家一起。你要收留我们？啊、哦，必须的。一起吧。算了，我想好了，我晚上要去陪老爷子。我也想去啊！你跟我不一样，我这一个人哪过不是过呀？你们有家有业，大年三十的哪有在外面过年？陪自己家人啊！哎，下雪了！哎呀，快来看呀！哎，杨生，过年好啊！过年吧，过年好啊！来了，哎呀，没事吧？我今天呢，
就想看看佳琪，没想到你们都在啊，我没白来呀、啊，轰他们，他们都不走。你一来，咱们就又团圆了。佳琪啊，白家这个房子有结果吗？现在，哎呀，还在等。这场雪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啊，也是咱们小组日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佳琪啊。作为家长，你是不是跟这个老弱病奇怪人说几句话呀？啊，本来啊，我想到了这一天哈、啊，我肯定有好多要说的。可是今天白家的合同一签，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百多年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情，灵不灵？我现在想想，当时在你厕所抓臭流氓那一幕，也好像就像是昨天似的。抓哪个臭流氓啊？什么你？啥意思？哪有臭流氓？你这是摸我还是打我呀？哎，我还想起咱们刚那个动迁的时候，赵大爷打我那几棍子，当时没觉得啥，现在这两天觉得还有点后反劲儿呢。我挺感谢这一百天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我爸还趴在那个小破房子里，哪能像现在，我爸高高兴兴、安安心心的，能在那个新房子里给我包饺子。凑在一起，是咱们一生的缘分，也是咱们跟那些动迁户们的缘分。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离开北上，咱们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努力的工作，而且这个动迁工作啊，必须做，以后还要继续做。咱们为他们付出那点心血，是。哎呀，是啊，韩局长，局长，韩局长，过年好。这个院子。我也没有想到啊，常委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同意保留白家大院，也就是说将来这个院子将作为咱们已经规划好的那个公园里的一个景点，让所有的人后来的人都能感受到咱们北凉的历史，北凉的精神。那有百卖药，口罩皮皮，这刷皮皮全占了。我想说句话，我们。从未有过今天，但是你们会经常拥有新的一天。愿你们每一年的每一天幸福，永远永远。佳琪啊，我提个议啊，咱们今天别都着急回去，咱们能不能看雪后的北凉啊？走走走走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彩票，望北凉地外为绿茫茫啊！
老爷子，你看了中间那一大片空地吗？据说规划成那个商业广场了，一楼有什么超市啊，还有什么健身房，吃的喝的都有，听说还有电影院呢。哎呀，我家都找不着了，哪儿都不见了。看那个，那个吴克他们家说要建成一个大喷泉，你说吴克要是知道了，会不会都疯了？